同学们早安，来，我们一起来上网课了。今天老师要教的道德价值还是猪猪，诚实，嘎弯养猪猪，诚实的朋友。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图片，这位朋友不小心用课本把妈妈的花瓶打破了，妈妈心爱的花瓶被打破了。这位朋友他不诚实，他不承认自己做错事，他告诉妈妈说：“不是我做的，不干沙呀呀拉姑干。”这是不诚实的行为。我们看一看这张图片，这张图片和上面一张图片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位朋友的行为却不一样。他打破了妈妈心爱的花瓶，他向妈妈认错，并向妈妈道歉。Saya minta maaf ibu，对不起妈妈，我打破了你的花瓶。同学们，如果你是这位朋友，你会怎么做？做错事情，不承认自己的错，说不是我做的，还是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并向妈妈道歉，告诉妈妈说，对不起，妈妈，我做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同学们，想一想。你会怎么做呢？老师要告诉你的是，我们做错事情就要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并向妈妈或者长辈们道歉，下次不这么做了，这样才是诚实的行为。我们要做个诚实的孩子，这样才是个好孩子。谢谢同学们的观赏，我们再见啦，拜拜。